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开箱一个东西，噔噔。好，因为外面下雨，所以这个纸袋有点湿。这个是某一个品牌，叫做 IUIGA。噔噔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吸尘器，这个花了我59.9新币哦。开给大家看，打开长这个样子，里面长这个样子。它首先是一台这样子，这个是吸尘器本身，噔噔。就是一个颜色，然后它有这个头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按键，哦，我觉得吸力很强哎。然后这是它的盖子，它可以平常这样子放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充电器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这个是 Type C 的充电器。然后再来，它有一个里面有一个 bus， 就是这个 bus。这个 bus 打开呢，它里面有几个头，这个是扁扁的头，然后还有一个管，就是 U 型管，扁扁的头。哎，它有两种。一种是降扁，一种是降扁。噔噔。哦，它是这样。一种是这样子扁，它有稍微这样的斜度，然后这也是稍微有一个斜度这样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 Type C 的线，然后它是接 USB 的。所以这个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可以用。那还有一个刷子，噔噔，还有一个刷子。所以这要怎么接？它是这样一个头，然后你转开，它里面有一个 filter， 滤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滤芯它本身有在卖，大概2块钱、3块钱，它可以换一个滤芯。然后他说这个滤芯是可以水洗的，然后吸起来的时候，东西脏东西都在里面，都在这一层。那你要拔掉之后，再这样子，然后再洗一洗，然后再装回去。所以它这个空间其实很小，哎，有没有？空间其实很小。然后如果要接的话，这样接，然后还可以接什么？这样接就接刷头，然后再接这个怎么接？哦，这个是这样接，它接一个管子先，然后这个再接。它管子要怎么接？接背后吗？不是啊。哎，如果要接管子，我不会接。是先接这个吗？然后再接管子吗？也不是啊。说明书拿出来，哦，真的耶，他说这个真的要接后面，哎，这样也可以吸哦。是吹头，它不是吸头。好，基本上我不会用到这个。
是用来吹，有些像那种落叶什么。好，以上是乔林日，今天我来介绍这个吸尘器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乔林日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